那你们会撒娇吗？你说在什么时候撒娇？就是跟你的女朋友撒娇。撒娇是必定的啊，对对对啊，一定要撒娇一下。你都怎么撒？对，很恶心的。来，我们撒一下。来，你假装这样就很多女人太太喜欢你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坐蒋哥旁边，来一杯。苏月，你先过来。来，让他们，你的好撒，预备。不要脸的男人撒娇片开始。我想看那个国光帮帮忙嘛。不要。你让我看一下。不要。拜托。不要，我要看新闻呐、啊，我不要。看一下了，不好看。看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让我看一下。不要、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看多好笑。不好笑。你看徐宗文长多矮。你看他们三个多矮。不好笑，不好看。不会啦，你看不好看。怎么样 ？OK 了。OK。太多。好，换你。感觉。换我。你怎么跟你老婆撒娇？哦，快点。阿彩，快点。自己拿捏分寸啊，免得回去被打。四三二。哎，我看那个国光帮。我要看新闻。不要这样了。不要啊，看新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男的、啊，通常看新闻都是男的在看。你是男的、啊。对，重来，五四三二。我要看国光帮。不要啊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想看。好，那看一下。不要了。你今天干嘛、啊？我不要。不要吗？不看国光吗？不要。那你要看什么？都不要看。都不要看，好吧。这不是撒娇，拿捏在哪里啊？哎，自己曾经做过最体贴的事情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今天那个啦。哦哦，给你个平台，好不好？苏源，没有，这是我老婆拿给我的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我之前写给她的啦。那因为其实我是很不浪漫的一个人啊，我在就是结婚前送了一次花，结婚之后送了一次花，然后通常送花的时候都会再附个卡片，这是我结婚之后。我的非常这个心有所感写的一个信，然后封面就是这个美女啊，对对，就是少妇人。哎，你真的高哎，你这样子的话都不怕送错哈。厉害厉害厉害，都要学起来。我不是鹏哥好不好？我没有那么多，不是我没有鹏哥这么大的心胸。他心胸宽大，所以可以容纳多一点。你要跟你老婆讲话吗？啊，要念给她听。没有没有，这我老婆已经念过了。我只是说我做过浪漫的事情是这个东西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可以念出来吗？可以念出来。念念念。对，你也念。应该不会被罚钱，应该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婆，谢谢你照顾我，还有我们的宝贝，因为有你让我成长，让我了解何谓幸福。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妻良母。当然，你的眼光也很好，因为我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绩优股。聊到毛就行。我们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你，情人节快乐，老公。OK， 来，我们问女性，是是是。当你老公写这个给你的时候，你会很高兴吗？该哭了吧。你是个感情脆弱的人。对啊。OK。但是你会很感动，我老婆也哭了。会。也哭了。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，我也哭了。啊？我在花店写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我在花店写的。那那个店员一定吓到。店员不会啊，他说你老婆好幸福。这招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发明的。不是，什么名啊？这招没有，这个是要有感觉，有感而发的，要有感觉。但是我可以确定，这一招的业绩大概可以动一年，不止吧？他到现在都还留着，对不对？几年了？两年了吧？看。多好用！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倒会动没掉哦？感动流泪，买一只那个很贵的表给他。他流泪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那个表太丑。他说我花这么多，他认为我花这么多钱买那么一只丑的表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伤心。对呀。那他在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哇，他终于哭了？他哭的时候，我觉得搞定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感动的哭了。然后就他一抬头就骂我，这买的五十岁阿妈戴的表，对呀、啊，江耀文，哭啊，不太记得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，好像没有让人家感动到哭的那个地步吧，这个没有吗？感动到哭哎，张本鱼没有哭过，我应该是我哭吧，没有啦。哦，你跟张本鱼在一起过？干嘛？因为他现在我们合作拍戏啊，我不聊啊。
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本人讲？好朋友吧，有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不要再搬了，搬不完不要把他带回家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。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会全心为了一个他爱的人付出的一个女人。所以我祝福他，他任何他现在他的现在，因为我觉得被他爱的男人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那请问要跟佩珍讲什么？不是一视同仁嘛，不能厚此薄彼。来，开始，疯掉。我觉得我在努力想要讲，可是我觉得讲要讲不同的。对对对，好好演戏。我都有看你的戏，是不是要讲这个？没有，我觉得佩珍是一个我见过最独立自主的一个女性，这倒真的。她有她的个性，她是一个最崇尚自由的一个女性，而且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。然后她是那种就算跟你结束恋情，她可以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。然后你的婚礼她也会来参加，她的婚礼她永远欢迎你来。然后她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女性，所以跟他们在一起。你很快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，是一个成长哦。你是为了成长才跟他们在一起啊？不是，我觉得每一段恋情双方一定要有成长，当然了，都在一起。对，是。你看现在还有谁呢？涂中康长得多高啊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没有了，没有了哈，没有。两位都是 model 出身的，是吧？淑媛是吗？不是啊，你走穿内裤走秀哎，你搞什么？没有啊，穿泳裤了。泳裤哦，有电内裤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内裤跟泳裤就是材质不一样。你们那个境界不一样。你们那 OK， 你们穿这个泳裤走秀会不会塞袜子？干嘛塞袜子？因为要塞啊，侧面线条要好看啊。没有，不用塞了，不用塞袜子。太夸张，你那个泳裤这么小，你怎么塞？会不会套袜子？不会了，那会不会故意把自己弄站起来？不会啊，这样也太辛苦了。怎么站起来？那很酷啊。对，英挺这样。应该没有人这样走，没有这样走。那有没有特定的要把它放成什么样的状况？不用啊，就是随意啊。放成一个六，随意，随意。我好奇，像放一个六，像如果你穿泳裤走秀的话，你知道吗？那人家不是都是走定点都要摆个什么 pose？ 穿泳裤要摆什么 pose？其实我只有走过一次，自由式。反正做泳裤呢，要不要修毛？要了，要毛。但我没有修，因为那是我是临时被抓去的。然后泳裤就是一定要里面要穿个丁字裤，因为你男生跟女生就是一块换嘛，所以你就要穿个丁字裤嘛。女生也只有丁字裤跟胸贴嘛。我第一场秀就是这样。